秦法医，大家都说你是天才，我能观摩一次你的现场尸检吗？我们秦大专家啊，很聪明，但是呢，身子比较虚，体格呢比较弱。最后办案的时候，我就一边抓人一边保护你。人跑了，快追！没事，牛都被吹死了。刘大爷经常听到楼道里有哭声，还夹杂点唱戏的声音。唱戏？这是近十年来我们最大的恶性案件。凶手已经用脸谱证明了他要做的是连环杀人案。秦明是15年前我市脸谱连环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证人。秦勇，人是你杀的吗？凶手把我的父亲送上审判台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局做成死局，然后看着我在局里面挣扎。我们需要的是证据。要不是你，我当年就不可能被警察打死。人的面貌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改变的。感觉这个线索可以撕开一个看到真相的大洞了。因为黑暗中有未知的恐惧。你怕黑吗？我可是在黑暗中吸取了足够的养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